的王来西瓜先拼先。大家好，我是健的，我是心美。今日主题吼，就是科学实验。啊，科学实验吼，就是真足好耍的，所以我刚刚卖讲伤多，咱直接来试看卖。好。所以我拄则吼，伫遮有一个要和你和咱耍的。好。这是啥？那是胡椒粉。对，普通的胡椒粉哦。嘿。啊，这是水。水。嘿。好，安尼我要开始表演。煮饭，煮饭吗？不是啊，看来变饭。哎呦，有粉吗？对，咱这边有两个水吼，有一点啊无同款。啊，你先试看麦，你点一个手啊，放伫中。好，我来敬吼。对啊，你敬。这款拢同款啊，拢同款啊。嗯，好，我手淡淡哦。嗯。啊，这有啥物代？这也无安那，这搞安那，就安尼尔，就是水啊。好，啊是瓦力吗？我被变魔术。变魔术。对。你要变什么魔术？还有嘴暖无爽哦，是不是你的嘴暖？哎，有可能哦，我的嘴暖特别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这哪样呢？是不是？哪厉害？这安那伊内底是这是这两个水有啥物无同吗？这个吼是普通的水，清水。这个是洗碗精，洗碗精哦，有人洗碗精的水，洗碗精哦，我知啊，伊安尼个淋落去，因为伊这个洗碗精的水表面张力、表面张力的影响、哦，所以这个原理伊嘛运用在咱的生活当中，比、如讲洗物件，对啊对啊，就是因为洗碗精内底有表面张力的关系、所以咱的油、咱的碗的油啊，还是垃圾物件都会家己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今日的馆主吼，要带咱去做实验，对。安尼，咱先看卖啊，今日学校因可能嘛有机，因可能嘛有经验嘛，因可能嘛捌算过。对，学校常常有咧教。对，好，咱来。今仔日的往来队是新北市三甲的大埔国小，欢迎。往来，孙溜溜，台语讲甲真认真。往来。今日搞啥物表演要互人看？有，我要互恁两个幼儿猜。幼儿猜哦。哦。你徛咧啥物车后壁，绝对袂使叫伊倒驶。我徛咧啥物车后壁，绝对袂使叫伊倒驶。逐种车拢袂使叫伊擘窟，我有徛伊后壁，伊擘窟就甲我弄落。不是。我讲答案啊。大姐，你看有答案。啥物车后壁？应该不是普通的车，不是普通的车，伊昨天是啥物？乌白车，或者车，既然是不是普通的车，是不是你落车？你落车，你叫伊落车，伊就无人搭塞车。哎，是啥物车？水杯车，因为水杯车内底是底塞，啊，搁有啥物？就是不好的物件，伊会甲你倒出来。哦，袂使叫伊倒塞啦。对，所以我们徛伫后边，咱规个身躯拢是塞啦。对。所以咱所有的车拢会使叫伊倒塞，叫伊往后边塞。对。啊，不过水杯车袂使，因为你若叫伊倒塞，伊就直接开门甲你倒塞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倒塞哦。哦。哎，希望了解吼，现在我去起来，哦，这里袂歹。袂使叫水杯车倒塞。哥，等一下。查甫拢安尼，拢会想迄一挂。对啊，做国际个职业。啊，我今日拄啊好，今仔日往来队拢是查甫的。对啊。啊，拄啊好，西瓜队拢是查甫的哦。哎，咱看嘛有啥物无同款？好，欢迎西瓜队是高雄的贵比亚国小，欢迎。弟弟的西瓜上好食，邻近的学生上古锥，高雄的贵比亚上盖赞，五花杂香我来哟。讚欸，所以西瓜堆，您嘛是要讲笑话嘛？对，有一个老阿婆坐过电车要去拜拜，雄雄听到车内传出一个声音：有妖怪，有妖怪。阮只个，你个车顶哪会有妖怪？哎哟，唔是啦，迄是无线电咧叫啊。我个代号是华语个，有妖怪。
有妖怪，有妖怪，有妖怪。所以有时阵妖就是伊嘛，对啊，妖。这应该妖，迄是做兵的时阵，伊呢讲妖，啊灵就是动嘛，动啊。七的是怪啊，这五妖怪，五妖怪。哎，这就可以是虾米人跟你讲诶？哎呀，这虾米跟你讲？老师哦。哦，好啦，欢迎。好，安尼咱都哈紧开始比赛咯。咱第一关是虾米呢？就是往来西归，五花十色。五花十色，替君决定回答顺序。限时50秒，一人讲一题，唔对就换后一位。打败胜的五花十色吼，我回去时阵吼，头壳拢乱去。对，因为咱今仔的主题拄好是科学实验，这甲逻辑有关系，所以拄好想出来考大家五花十色，看你头壳清楚，还是会受到你目睭影响咧。好，安尼咱就先看卖倒一边先开始，咱来量级，加刀、石头、砖，好。西瓜队赢，西瓜队赢，所以你要先开始，啊，你要先和王来队开始。王来队先开始，王来队先开始哦。先看别人安怎算啊。好，50秒的时间，开始。来，咖啡是乌色，哪是乌色？对，过。后一位。七色白，唔对，我杨府，继续。黄色、白色、黄色、乌色，对。白色，黄色，黄色，黄色。好，一军丢丢啊！色，青色、蓝色、乌色、黄色、白色。好，丢。加油，陈亮，加油！看你的色哦。时间呢？青色，丢。黄色、白色，芝麻色。是哦，对，黄色，我讲我清楚是叫阿小，芝麻是螃蟹，芝麻是可能是差不多黄色的，黄色啊，还是哎，不一定爱看有色啊，对，那色都可能是红色的，啊，那无色就是较青的，较青的，对，芝麻色我讲较歹点，你又讲爱是讲叫阿小，叫啊。叫啊色，不过嘛袂歹，袂歹，是算讲袂歹哦。吼，你拢总摕到四张的分数，4张。好，所以西瓜队，你敢准备好势啊？好，50秒的时间开始。加油，名词。蓝色，嘿，红色，黄色，青色，红色，红色，对，安尼继续。蓝色，红色，黄色，红色，对。玉林，白色，红色，白色，红色。好，子乔。白色、黄色、乌色、白色、黄色、白色。哦，对，名词继续。黄色咖啡。哦，对，后一位。乌色、白色、黄色、白色。对，后一位。黄色、乌色、白色、黄色、乌色、黄色。对。青色。过来。青色过来。乌色、黄色、白色、黄色、青色。白色、乌色，哦，对，无简单，最后一张，白色、乌色，哦，好 ，time's up， 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所以这摆咱的西瓜队摕到5张，所以恭喜咱的西瓜队摕到积分，耶！后一关是啥物呢？就是咱的王来西瓜，关注来出题 ，Go！ 关注来出题，影片中。有三个问题，请两队抢答，对一题得一分。我细汉时吼，就真做爱算科学实验，我就感觉这做趣味，你使为生活的物件去学一挂真去揣看的。看一挂，一挂原理，对，敢那咧变魔术咁款，对啊，不过你搁知伊是对得来，伊是安那来。对，就厉害。所以等下咱的这个馆主吼，要带咱去看足侪好耍的物件。啊，两边刚拢准备好啊，手爱较紧的哦。OK， 好，安尼咱都开始哦。那第一是啥物？请看 VCR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赤毛阿唐老师，我是一个科学作家，平常时就爱做实验，嘛真介意做一挂科学的佚佗物啊。
今日要来出一挂趣味的实验，甲大家考台语哦。华语有一句话讲“眼见为凭”，台语是讲“目睭看到的才准算”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唔是安尼哦。恁看，这有一只鱼啊，伫个鱼啊头前放一块杯啊，为杯啊看过去，有一个方法会当马上让鱼啊颠倒变哦。恁又看卖是倒一个？第一，甲杯啊包一张红色的玻璃纸。第二，把杯子裡面放水，或是第三，把杯子放壞的。請取答。往來堆。第二。第二的。放水。放水。放水。裡面放水。好。放水。是幾堆？第二。第二。第二。哦，你也覺得是放水。欸，我問往來堆，你是捌算過嗎？放水以後，拿一支鉛筆來看就是。哦，哎，就变成另外一边过来。嗯，比如说你这是一杯水，啊，后边放一个硬币，看起来时阵，嘿，你是位这边，不过看起来是位安尼过去的方向的变。哦，好，安尼啥？那不是甲杯仔倒倒落来用换的咧看。赶快是玻璃啊！哦，哎，已经有已经有想到，对。好，安尼来看，答案敢是甲水放咧杯仔内面。現在我們來試看看正確的答案是哪一個。第一，我們把紅色的玻璃紙放在杯子上頭，沒洗過來哦。另外一個，我們把杯子放壞的，現在看也是沒顛倒變哦。第三，我們把水倒進去，現在看起來是不是魚已經顛倒變了？这是用凸透镜的效果，让光线发生折射现象。咱的目睭看到的方向就是颠倒变的，所以答案就是第二。伫个杯仔内底放水，恁敢有约到？哎，恭喜啊！咱的王内底摕到一分，算过嘛是有差吼。对啊。好，两边加油加油，今嘛变手啊！第二题是啥物？请看 VCR。还拢会向分家规啊？但是我这有一个鸡龟啊，伊是套咧罐仔内底，伊是安怎分拢分袂起来哦？其实这一点啊就无奇怪，因为伊甲空气的压力有关系。即马要予大家又看卖，分袂起来的原因是鸡龟啊内底甲外口的空气压力有啥物无同？第一，内底较大，外口较细；第二，内底较细，外口较大；第三，同款大。恁又是倒一个？我想解释一下哦，伊内底题目当中啊，又讲内底甲外口的压力，伊内底是鸡龟啊内底即个压力，啊外口是鸡龟啊甲即个塑胶管啊中诶，或者外口，毋是咱即卖安尼外口哦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好，了解好，安尼咁准备好啊？请收答。哦，是归队。第二是。内底较细，外口较大。内底较细，哦。内底较细，啊，外口较大。好，安尼往内堆。第一个是。内底较大，外口较细。内底较大，外口较细。外口较细。我甲因等，甲四个堆等到变。对。好，咱来看，正确的答案是倒一个。答案是第二，鸡龟啊，内底压力较细。外口较大，因为鸡龟仔外口的压力较大，会甲鸡龟仔冻掉咧，所以鸡龟仔会分袂起来。这个时阵，只要甲管仔落一个空，互内底甲外口的压力变啊同款，鸡龟仔就会当分起来咯。恭喜咱是龟队队得到一分。都该谁做清楚的啦？都该谁做清楚？压力的关系。对，好，王来队加油！咱第三题是啥物？请看 VCR。恁有看过的管仔练出去会家己坐倒转来无？咱来试看麦。我这个就会使哦。其实这毋是倒啊无平，家己坐倒转来，是我伫咧管仔内底藏一个物件，就会当互伊家己坐倒转来。恁又看麦，我放了啥物物件伫咧内底？第一，吸胶。第二莫打，第三树林。请举手。四龟堆。第三。
第三是树林。你敢知影树林是啥？树林就是安尼会当救的，啊，怎会搁转来？咱定来咧食便当的时阵，敢是弄树林？是讲第三的。哈？我拄仔是讲磁铁呢。哦，你要讲吸石吗？不是，我搁拄仔是讲第磁铁。磁铁是第一个啊，所以你即马要换吸石。对。啊是。确定。早起那你也问伊路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伊个路想路侪啦。嘛不一定啦，因为我老公买安尼啦。是啊，是啊，你老买安尼哦。啊，你想离掉的嘛？即马我你讲，你要吸石，吸石就是磁铁，啊是要莫打马达，啊是要树林橡皮筋。第三，树林。树林。树林。这无新鲜哦。安尼往内堆。一。第一个吸石。吸石。磁铁。嗯。好，一个树林，一个吸石，都一个对呢。咱来看，你是啊。第三题的答案，我提出来给恁看，恁就知。答案是第三，树林。我伫个管仔内底放一条树林，甲一个较重的物件，甲管仔拧出去的时阵，树林就伫咧夹岸。等伊夹真崩的时阵，就会颠倒夹，管仔就会让树林倒夹的力量扭倒转来。您敢摇到了吗？好，刚才你问我，对啊，所以我跟你问，为什么本来想讲是吸石？就因为咱唔知影迄意思。哦，你是哦，你讲迄原理吗？你有？无，伊唔知影吸石的意思。吸石的意思嘛？哦，磁铁。磁铁啦。磁铁。哦，你好，刚才你问我，所以您恭喜，搁摕到积分。好，往内堆卖烦恼吼，因为咱等一下会当摕到三分。后一关是啥物呢？就是往内西瓜叠算盘 ，Go！ 叠算盘，限时40秒，上只金阁无超过买菜金的迄堆赢。那两堆拢超过，超过较少的赢，赢迄堆会当摕到三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叠算盘真的很重要的，对啊，这三分，对啊，安尼就赢哦。所以两边都要加油。现在15秒的时间，让您去看赛买什么物件。时间开始。还有15秒，紧看，因为目前王来队输2分，但是这个三分若加起来，王来队第三赢。啊，不过西瓜队的可能差。好哎呦，200块，好，再来。等一下，
64块。六十四块的。好，咱来看卖，四鬼队，恁摕啥物物件？一箱。鞋啊。管大鞋。管大鞋。管大鞋。查某咧穿。对。查某咧穿诶，毛查某会偷穿。妈妈咧穿。一百块。一个一百块，两个。两百块。两百块。好，过来。嗯，还是。鸭爸。鸭爸，对，鸭爸偌侪钱？一百。十块。一百十块。好，过来。这是什么？牛肝，九十七块。好，再来，这是啥？蛋滴，二十一块。好，阿姐嘞，本比亚，七十二块。好，再来。哇，你想啊？哇，一百空四块，好，啊这个，这是军队的，警察的用的，啊这农村的，手铐，三十二块，好，再来这是啥？青蛙，还是吗？还是草，63块，六十三块，再来，哎呦。这是什么？那落一粒。落一粒。好，你讲。还是再搁算一粒。头刀。四十二块。哦。过来。MBK 啊。MBK 啊。四十一块。好，过来。过来。笑。三十三块。笑一个。卷尺都是更笑。摩里饼，顶冠有十二个大罗拼音，爱在40秒以内找到答案，若无就要跳入球窟啦。唔对四遍，嘛算失败，嘛爱跳入球窟啦。啊，你大学的时阵吼，在算科学实验的时阵，拢会加足侪物件，可能加足火。啊，你若加一点啊，伤侪吼，迄个物件去全安尼全爆炸，足危险的。所以以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其实足侪物件差一点啊，就差足侪啊。足侪。台语有一句话，或者一长差九尺。一长就是十尺嘛。嘿。哦，那一长差九尺就差足侪啊。但是一长是短短啊嘛，所以你感觉敢那无差偌侪，不过唔是，其实已经差到九尺就侪啊。哦，对，和咱今日的模拟表同款，你若差一厘那尔吼，哦，就差3000块。哦，所以安尼咱都用这字来算咱的模拟表。是一厘差3000吗？不是啦，是一长差九尺。一长差九尺，这个月你，给你40秒的时间去找看卖，时间
开始。一灯插高枪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一声对灯灯，加油！一滴到，加油！一灯插高，要更卡久哦。接哦，接吹掉啊！加油！啊，真的灯滴对，灯哎灯哎，加油！灯加油！冷滴冷滴冷滴。还有20秒的时间，加油！剩一滴哦，剩一滴，还有15秒的时间，加油！哇，真的，厉害！恭喜咱的王冠军得到3000块，耶！恭喜咱的王冠军得到冠军，还有3000块，真正做到的，我感觉大家算的囡仔吼，今天做聪明的，拢做。都爱耍的啦，对啊，而且咱这节目会使学到足多，不管是车顶关的，还是实验的啦，拢总会使学哦。大家赶紧来报名，对，爱继续看这个节目，往来四季生变。